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儿童节礼物，这是他们学校政府发的哦。然后他们选择的是扯铃。好，那我们来拆开来玩吧。我的是黄色，妹妹的是粉红色。这个可以调长度，然后还可以记得你跳了几圈。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调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个可以记你跳了几圈哦，归零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先看姐姐可以跳几圈，小心旁边很多东西哦。妹妹让开哦。三四八九十十。好，看是不是真的十一下？我觉得她这记次数好像哪里怪怪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990呢。真的计时没有很准啊，计次数没有很准，不过可以玩还不错哦。那我们来看看扯铃，你们会玩扯铃吗？会。之前去露营的时候，叔叔有教过你们哈。有次。一个抽，一个拉，一个放，你要稍微交叉一下比较好用。对。可以吗？扯铃很难哦，要不要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带去请叔叔再教你们玩？这真的有必要，因为我们没有学过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就是儿童节礼物，因为他们上次看人家玩扯铃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露营请人家教咯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儿童节快乐，谢谢。